这里是深圳城，今天我们去看一下国际餐饮美食台展，走吧。羊奶布丁入口挺顺滑的，里面还有米粒儿，上面那个奶皮是炙烤过的，羊奶不会膻，而且很顺滑，奶味不会很重。他们的羊肉串很新鲜，但是就是有点难以咬断，可能是烤太久了。展会里面还有许多的能够即食的食品，比如说那些餐厅或者是餐馆，他们一般都会买这种即食的食品直接拿去热，还有昂贵的吉祥三宝，榴莲饼，还有一些什么腰果啊，那些坚果之类的。会展里面大部分都是批发给那些企业的，还有一些海产品的批发。虾滑，这是我们之前在吃猫先生那个椰子鸡，不是叫什么花椒鸡火锅时候也有点过这种大粒虾肠。这次纯属瞎逛，分享给我们的粉丝和各位新朋友。深圳国际餐饮与。